眼前的太平洋曾经为日本东北带来惨痛的灾难，不过现在已经回复平静，甚至慢慢重现昔日面貌。我2007年年初的时候咧，都嚟过南山麓呢一度咧睇呢个日出嘅。咁我5年之后咧，好有幸啦，再可以嚟到呢一度咧，睇到自己嘅日出，依然咧同以前一样咁靓噶。一起就是街上街尾的花，我们全部都是唯一 only one。地震所引发的海啸令这个17000多人口的南山麓町面目全非，当日有14000多人被洪水围困，500多人死亡，至今仍然有600多人失踪。从较高的位置可见，整个镇几乎被夷为平地。我其实5年前咧都嚟过呢一度噶，但系咧今次再嚟嘅时候咧，我都唔系好认得呢度嘅地方啦，因为好多嘅屋咧都已经冇晒啦。咁我见到地下上面咧好多一个四方形一个四方形嘅框框啦，原来咧就系、是、一间一间一间嘅屋嚟嘅，不过依家已经冇晒啦。咁啊喺沿途中我又见到好多一啲车啦，其实基本上我都认唔到，原来佢系一架车嚟嘅。咁冇谂过原来即系。個損害可以係好大咯，而親身近距離去見到嘅時候，其實都幾震撼。整個南山麓町就好似一個廢墟咁，有唔少嘅汽車、船隻依然各自喺樓房上，可以想像到當時海水嘅威力係幾咁驚人。镇上一座楼高3层的防灾中心，原本是当地政府人员的办公位置，亦都是发布灾难信息的地方，但最后只是充正翻个支架。据讲有一位负责发放海啸警报的女职员，地震之后一直坚守岗位疏散居民，而她最终亦都被洪水冲走。另外，当日有40多人走到天台避难。估唔到遇上高达20米嘅巨浪，只有10多人靠捉住栏杆而获救。逃过大难嘅町长佐藤先生话：，洪水嚟得好急，盖过整个镇嘅建筑物。佢因为捉住楼梯间嘅铁枝而冇被冲走，不过失去咗好多昔日工作嘅伙伴，令佢好伤心。うちの町20メートル以下全部浸水してしまいました。因为实在咧，嗰阵时水浸浸得太犀利，好多人咧一系失踪，一系咧就遇害啦。咁佢哋而家最重要嘅咧，就揾一个安全嘅地方去住。而佢哋嘅目标咧，就系希望啊将佢哋所有嘅住嘅地方咧，都搬去高嘅地方。至于呢个地区咧，好多地方都开始复苏紧噶啦，例如佢嘅渔产业啦，同埋商店街咧都就快会开。咁希望大家咧跟住落嚟都可以努力咁样生活。喜良太平洋的南山麓是一个渔港，大部分居民的工作都是跟渔业有关。一场灾难冲走沿岸的船只和渔市场，当日1000艘近岸的渔船有80%被冲走。当地渔协在灾难之后即时联络大家，互通信息，一起想办法去开始重建。在互助之下，渔民在去年的夏天已经逐步恢复工作。船が来る前の仕事っていうのも一応ほら1艘2艘は船が助かった船あったんで、それでとりあえずの作業はしてました。咁而家咧就人哋送咗好多船嚟啦，咁佢哋总共有10艘船就可以开始翻啲捕鱼啊或者养殖嘅事业啦。
事發之後咧，好多日本人咧就捐咗好多物資嚟呢一度啦。除咗捐船之外咧，仲捐咗條橋俾佢哋嘅。咁佢哋當初諗啊，條橋攞嚟做咩咧？咁啊，最後咧佢哋就攞咗呢條橋咧做一個碼頭啦。咁啊，其實睇翻水位啦，見啲水位而家好高啊，就並不是因為潮漲，係因為咧自從地震同海嘯之後咧，呢一度嘅地面下降咗差唔多70cm。咁所以咧有一條橋去做碼頭咧，其實係方便好多。另外，造船廠亦都全力趕工，除了製造全新的船隻之外，亦都四出收集一些損毀比較輕微的漁船，重新修補，希望令漁民可以盡快有船出海。漁協的管理人啦，就同我哋講，依家咧南三陸啊，總共有200艘漁船左右嘅，每日咧都有100艘漁船靠岸嘅，咁比以前咧就1000艘漁船啦，200艘就好少咁，不過唔緊要啦，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呢度好多嘅漁船咧，都係日本唔同嘅地方咧送過嚟噶。以前呢度嘅漁民咧係用大船咧出去捕魚噶。雖然咧依家得翻隻細船，但佢依然咧係工作得好開心，因為咧重新開始南三陸嘅漁業啊。依家呢一度咧係一個新嘅漁市場嚟嘅，以前就喺對面嚟，不過因為海嘯整爛咗，咁佢哋起個新咧，7月1日開始就呢度咧又有一個市場啦。睇到啲人咧陸陸續續都翻嚟啦，佢哋嘅笑容咧。嗯，然后呢？整个半座楼就全部提供给避难者使用。他们住了多久啊？住了很长时间，最后的避难者到10月末，差不多半年，对不对啊？刚刚赈灾开始的时候，就是赈灾之后，食物确实是非常紧张。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老板老板娘也是给员工吃一个鱼饼，自己不吃，一个饭团自己吃一半，员工吃一个，这样的例子真的是非常多。我就为了这个这样的老板，我愿意回来工作。蔡小姐话：3.11的每一个经历都令佢毕生难忘，尤其老板娘在灾难中发挥的互助精神，更值得学习。この大きな甚大な被害から。どういうふうに感じましたか？本当に美しい、今まで見たことがないような大きな日の出で、しかも力強い。でこの日の出を見た時に、本当に日本人間の力は無力だなっていうことも思いました。前の日は荒れ狂っていたのに、翌日は全くそれとは別の美しい希望のある日の出の朝日が昇りましたので。私はやっぱりその日の出を見ながら、そのように希望を持って強い気持ちでこれから生きていか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なっていうようなことをその日の出を見ながら感じました。呢度最出名咧係鮑魚，係啊，一熄火咧時間就啱啱好噶啦。嗯，啊，專注咗啦。What is it?
新鮮到啜啜，一陣間佢仲會咚跌咗落嚟，熟咗就食得㗎啦。我起上嚟係啊，南三陸咧係漁港嚟㗎嘛，所以其實啲漁民啊，除咗捉魚之外咧，好多時候都喺太平洋度養啲蠔啊，或者帆立貝啊、海草等等，所以全部嘢都非常新鮮嘅。呢個就係佢以前同埋而家，但係喺海嘯發生嗰陣時間咧，其實呢班漁民都好憂傷，因為點解咧？因為當時大家都唔敢食佢哋啲海產，但係到而家冇問題啦。人生最重要係咩？係食得安心啊！所以我哋今餐就要食得開開心心啊！嚟啦嚟啦，其實咧翻嚟呢度，叫翻大家開開心心可以再生活咧，其實會好開心嘅事。別睇到我哋每一個人係自己好堅強，去自己去靠大家依笪地方。佢撐翻你啫，同埋佢哋好有希望。哇！有冇攞錯地方啊？魚好多種魚。嗯，鮑魚。啊，點啊？正啊！哇，冚唪唥食得嘅，除咗呢個石頭。大家對住過嚟食。311之後，災區的電話就很難撥通，互聯網就成為大家主要對外的通訊渠道之一了。除此之外，一些地區電台亦紛紛出現，將該區的受災情報第一時間報導給大家，好像南三陸這個地區電台就是其中之一。呢度睇落去咧，好似好簡陋咁樣啦，得幾支咪同埋一啲廣播嘅器材。但喺呢一年裏邊咧，佢係擔當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將咧最新嘅資訊咧帶俾南三陸嘅居民。喺呢個廣播地方啊，開始嘅五月嗰陣時咧，其實好多廣播嘅消息啊，都係令人好感慨嘅。直至到咧九月嘅時候咧，就有好多好嘅消息啦，例如係因為開始開學啦，可以報告下各位學生嘅學習情況啦，同埋運動會啊等等咁噶。嗱，而家喺呢度都可以見到啦。呢度咧有好多唔同地方啊嘅人咧寫俾佢哋嘅祝福語啦，同埋慰問語嘅。器材係由關西同埋新式嘅電台送過嚟嘅，幾位年青人團結合力喺舊年嘅5月17號開麥。最初報導嘅都係唔好嘅消息，直到去年9月開學有翻正面嘅報導，大家嘅心情都放鬆翻曬。メッセージ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お聞き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はい、そちらお願いしてもいいですか？はい。ですね、この大きい震災がありましたが、ようやく復興の様子が見えてと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香港からいつも応援してます。じゃあ日本トーク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呢班团结嘅声音已经系啱啱过去嘅三月十一日完结，亦代表任务完成，因为呢个地方已经开始复兴。根据资料，南三陆丁有接近4000座的楼房完全损毁，令很多人都失去家园。当局在灾后三个月已经起好第一批临时房屋，直到现在所有灾民都有临时的家。我们现在就去这个临时房屋区那里啦。这个临时房屋区就是普遍来说比较近山的，那么远离个海的。而且呢，这个临时房屋区呢，就因为你知啦，好趕咁起啊！所以咧，佢呢個山嘅時候咧，其實啲路咧都好崎嶇，咁所以有時住喺上面嘅人咧，即係都好唔方便嘅。入谷村呢一個臨時住宅區喺去年八月落成及入住，提供咗49間臨時房屋，設有停車場及社區會堂。入住時候，每個單位都提供基本電器同家具。呢度咧就係婆婆嘅臨時房屋啦，咁睇到啦。其實咧就麻雀雖小，就五臟俱全嘅。呢度佢係廚房啦，咁有好多器具咧，全部都齊曬嘅啦。個推嚟都係推嚟或骨折啦。推嚟或骨折啊！呢、這個就係洗手間。嚟大丈夫，呢、這個就係洗手間。好嘅，誒，この部屋なんですか？この部屋子供とママの部屋です。四畳半に三人寝てます。わかりました。呢一間房咧，咁啊住咗三個人啦，就分別係阿媽同埋佢兩個小朋友嘅。呢度咧就係婆婆房間啦，
咁啊，一睇到啦，有啲水啦，有啲食物啦，咁亦都有啲衫啊、杂物啊咁样。咁啊，婆婆好伟大啦，咁啊，佢啊屋企好多杂物咧，咁啊宁愿摆喺自己，即系其实佢瞓嘅地方系好细嘅啫。咁啊，宁愿逼住自己咧，佢都系希望可以腾多啲空间啊，俾自己啲屋企人啊住得舒服啲啊咁样。至于客厅就系一家人平日食饭同埋睇电视嘅地方。在晚上亦都变成爸爸的房间。公村婆婆说，以前他们住在一间两层高过千尺的大屋，所以初时入住这里都非常不习惯的。咁婆婆就话啦，其实虽然呢个地方咧系细，同埋系有啲唔方便，但其实咧住喺度都有好多嘅好事嘅，例如咧周围嘅人咧全部都系好好人，而且有阵时咧都一齐去做下手工艺啊，同埋去饮下茶咁。そこで暮らしたいです。一戸建てじゃなくていいですか？嗯，いいです。咁我問佢啦，對將來咧有咩展望啦？咁佢就話希望咧可以喺個高地嗰度咧揾個地方住，咁啊唔使真係一間大屋咁樣啦，其實就一個單位咁已經好滿足，只要同家人一齊就。政府預計呢一啲臨時房屋係住兩至三年嘅，但係要視乎重建嘅進度，希望大家都早日有真正屬於自己嘅安樂窩啦。日文 auto 啊自動嘅意思啦，咁咧原來 auto bus 個 bus 咧佢又攞個 pass 嘅意思 ，pass 即係嘅合格，咁即係自動合格，咁所以佢哋又話啦，你呢隻嘢咧有咩小朋友話讀緊書咧，你買俾佢哋就得噶啦，咁咧擺喺呢擺個書台度咧就自動合格。佢哋整咗呢啲八爪魚咧，嗰啲錢咧就會捐去岩手啦、福島啦同埋宮城嘅，因為呢三個地方咧都係災難嘅地方啦，咁又可以幫助到佢哋啦。咁啊，其實因為咧呢一個海嘯啊，摧毀咗好多嘅工業啊、商業咁啦，所以咧佢哋就而家組織翻一啲手工藝嘅製作呢啲嘢，咁啊可以提供一啲就業機會俾嚇呢一個災區嘅唔同嘅人啦。亦都係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幫助到佢哋，同埋每一個人都能夠參與，呢個咪就係團結嘅力量咯。嗯。工場現時有三十幾人一齊做手工，全部都係附近嘅居民嚟噶。呢一啲八爪鱼喺日本全国60多个地方可以买到，而我哋同工作人员都买埋一份，一于大力支持。想买啊？佢话唔卖喎，呢个系老板自己晾喺度嘅啫，佢洗完啦。哦，系啊，我话唔该咁大只味啦。会长高桥先生希望我哋将八爪鱼带翻香港，令更多人认识。志伟哥，送俾你啊！佢呢只，再送一只呢只。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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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bus， 多谢。呢个咧就可以攞翻去留念，因为我哋无论买几多，佢都话一定要送一个俾我哋，代表你嘅心意。多谢。短短个几钟头嘅相处，我哋终于要离开。但好开心，因为我哋喺佢哋面上重建笑容，亦都感受到团结嘅力量。大家加油啊！干杯 ！Fish！我好欣赏日本人咧，佢好有爱啦，又好有秩序啦。呢一个系我觉得我自己好深刻，同埋觉得好需要学习嘅嘢啦。佢就算冇曬所有嘅物資都好啦，一有嘅時候咧，佢哋唔會爭啦，佢哋會。